哋而家嚟到呢個廣州從化嘅卓斯道温泉度假酒店，我哋呢度睇睇啊，就呢度係別墅區個房間。咁今晚我就會住喺836呢間房嘅呢間套房 ，OK， 大家又去睇睇。呢度有個客廳，出邊有個平台嘅。呢度有個獨立嘅温泉啊，一陣間可以自己泡泡。卧室喺呢一邊。大床房，有個好大嘅廁所，洗手間、浴缸、淋浴。我而家撳下撳曬隻手，扼一扼，仲係淋淋地啊！不過咧就啲汁咧。OK，你再嚟个，影影你吓，1959年嘅拿菲啊。63彭生而家试试，哇！即刻上身。你个年纪有几大啊？大个。大姐，多谢你啊！我开始啦啊！要不要拍照？你视频了吗？视频不是照片，还刚刚照了相吗？刚刚拍照了，拍个视频。我们说个2022年怎么样？大吉，虎年大吉，好不好？虎年大吉。那我说1、2、3开始吧。虎年大吉。2020